三哥，你快看看，这房间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我已经不能再叫你三哥了。陆家学今日来过了，听说还请了许多娘子来捧场。云宁刚出府，派人盯着点这儿，还有陆家学那儿，也派人盯着。是。三哥，跟我来。三哥，你快看看，这房间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我已经不能再叫你三哥了。我说过了，不管我是不是你的三哥，我都会一直在你的身边保护你。至于叫不叫三哥都无妨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你这样说我安心多了，之前还觉得有些不太适应。对了，还有这边，你看这里少两个茶盏，我准备就用黑釉兔毫盏，怎么样？也对，只有它才能配得上你烟容阁老板的身份。还有这边，你过来瞧瞧，这个书架怎么样？对了，还有这个书几，你快坐上去试试，怎么样？合适吗？我坐起来挺合适的，但是你用的话会不会有点高啊？自己的东西还是应该自己试一试。都是我给三哥准备的，我想着烟容阁的后院都是你给我安排的，那这里必须要有一间你的房间，这样你才可以像往常一样随时过来。给我准备的